这小子居然连蜂王都被他们打倒了！撤！快去传令攻坚队，射死他！那些该死的杂牌军呢？ 是啊，孩子，若是让那些践踏不顾敌我往下乱射，我们得去把那些弓箭。大娘不用担心，其实我一直以来都隐隐有感觉。你可要小心点呀，等你回来，大娘整一桌好料给你吃。到时候，徐某人那可不行，错过。兄弟，继续前进。次日，兄弟，不遇一。<笑> 快去！皇甫登云，你为了一己之私，累得如此多人遭此大祸。这些血债，我要跟您一笔一笔算清楚了。 皇甫登云，你果然来了！哼，你这西川都司轻而易举给我等江湖群豪攻破，不管你抢拿这天书做，快快把河图给我交！攻破？什么问题？天书会选择的。原来你真的会？从哪儿学来的？你的功夫，你也是对了一半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想知道答案？哼。 你以为我一这话小爷可以？是啊，正是如此。究竟是你会拿到何？
Yeah.
如今你一败涂地，连河图也归我所有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你可曾想过，在你回到你的世界后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？还能发生什么事？当然是回到我原本正常的生活，打工赚钱，吃饭睡觉，看武侠小说，上网打游戏。好个惬意的生活。如果我告诉你，在你不会像我想。曾经有位少年，在因缘际会下，穿越时空，来到了一个与现实截然不同的世界。那是一个由他所倾慕的小说侠客们所构建出来的幻想世界。少年在旅程中结识了许多好友，和他们一同打败了无数邪派魔头，找齐了开启当世盛唐的钥匙——14本天书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少年来到了盛唐，虽然心中感到依依不舍，但他也挂念着他现实中的家人朋友。他挥别了这帮异界好友，义无反顾地踏入了盛唐之门。然而，等待他又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，被称为狼蛮的外族围祸中原，明教率领汉人。而这回打开盛唐的钥匙，河图和洛书，便掌握在明教中人朱元璜手下一位将领黄常的手上。少年找到了黄常，与河洛四散人一同协助他平定了狼蛮之祸，将狼蛮逐退至西北。接着，明教乱起，蜀地动荡。少年亦凭着一身武艺，尽拜明教高手，为朱元璜所创立的陈朝断绝了所有反抗势力。天下太平之际，民生复苏，百姓安乐。少年如愿从黄常手中得到了2部天书，并在河洛一族的目送下，再次进入了盛唐。几经波折，这一次，他总算回到了属于他的世界。他回到了家。少年，在他往后的人生之中，谨记着他在那些奇异世界里所有经历过的一切，坚守正道，勤勉奋发，开创了一番事业，婚姻幸福美满，生活富足，他成了人生的赢家。但是，好景不长，他太过天真，太过相信所谓的善行，他犯下了错误，遭到背叛。污蔑，他所开创的事业，在一夕之间为人所夺，化为乌有。直到最后关头，他还在极力进行补救，试图挽回已经失控的局面。但来自妻儿的责难，友人的嘲弄，最终还是压垮了他。他失去了一切，三餐不继，流落街头。万念俱灰之际，他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。他拿着仅剩的几块铜板，寻找着那个当年引他进入奇异世界的契机。在那个世界里，神功绝学，信手拈来，张手即是天，覆手即是地。那是一个以他为中心的世界，他能够在那里东山再起，他可以成为那个世界不可或缺的存在，被需要着，被敬仰着，被恐惧着，不再成为一个被人唾弃的失败者。所以，他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回到这个世界，用我的方法来改变它，
让他走向一个不一样的未来，我的未来。你是我？我改变了许多事，从朱元璜手下一路晋升，吸收被迫害的明教和功臣遗孤，暗中成立不赦楼，王常的灭门血案，天书的夺取，真修会的渗透，但有件事儿我却无能为力，那就是注定会从上一个时空前来的我，你的出现。所以你才会派蓝拂衣在盛唐截杀我和孔大叔。你明白了吗？回去是没有意义的，这里才是最适合你和我的世界，我们可以一起合作，我手中的河图和你的洛书将这个世界改造成你和我的理想国。抱歉啊，我可不会像你一样因为一己私欲将战火带到这无辜的世界。我已把你一身武艺废去，是时候好好偿还你所犯下的罪行了。好啊，你就尽管回去吧，回去面对那丑陋的现实，亲自尝尝失败的苦楚，然后你就会明白我的想法，成为下一个我，你听见了吗？把他带走，如何处置日后再交由江湖公平。你听见了吗？下一个我。小老弟干得好。那些受其所。夫人啊，说不错，是老贼把咱们他只是一想到这是想不到未来的我。孩子，别太在大娘我认为最想成为什么样。决定权如今和
这么热闹啊。要回家了，这么回想起来你也从没告诉我们你家到底在哪儿，走之前不好好说上一说吗？这个何姑娘，我家和这里差别实在太大，只怕是说上三天三夜说不完。本来我也不想再叨扰大家，想就这么静静回去的。看来本姑娘只好在你身上下个多闻蛊，让她告诉我你家长得什么样了。什么多闻蛊？别乱来呀。傻子，这世上哪有这么方便的东西，你还真的相信呢？哼，我还以为监视器是你们京寨发明的嘞。听闻兄弟就要离去，段某也特来为兄弟。哎，段兄，如今杨天一只千刀万剐的狗贼。何姑娘别着急，待我等段家军开入耳城，堂堂正正将之捉拿。嗯，这两人也鼻孔出血。你要走了，谢谢你吧。何姑娘，希望你和你哥哥今后能够顺利重振何家马帮。嗯，我会的。哎，他的个性如此倔强。兄弟这次阻止了不设楼的阴谋，避免我华夏无数黎民百姓陷于无边战火之中，此功此德王某敬佩万分。狼蛮外族不知何时还会入侵中原。不错，这次事件让我深感武艺仍需精进，近日夜观星象与我所习得之太清罡气颇有互相印证之处。星象和道学啊。哎，说起来我也觉得那北斗七星似乎能化成一门极厉害的功夫。想先师虽出身佛门，传下来的功夫也给我误打误撞练成了道门一脉。张君宝指点王哲道学吗？是不是有哪里不太对劲儿？兄弟，这么快就要走了，不留下来喝咱们的喜酒吗？你李太，你胡说些什么？傻丫头。总之，少侠还是要先。行了行了，我想兄弟也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兄弟，一言为定，我也祝福二位永结同心，百年好合。我的老天爷，还想叫我留下来喝喜酒，想逼死单身狗。少侠始终仗义护我乔蒙哥，相爹在此谢过。此番少侠解决了这属地纷乱，乔蒙哥的姊妹们今后也能够安稳度日了。遗憾的是，我们还是没能救得福一，也许在他满门被害的那天。少侠，你……陈娘子，希望玉妃今后能健健康康长大。也请容我带兄长和营内人弟兄们谢过兄弟。阿克，也谢谢你们兄弟俩的照顾，我从你身上学到的建议让我可以回去比奥运了。各位，小子，你站开点，别被爷的霹雳弹波及了。你放心吧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了，这一路走来真是辛苦万分呢。这么久没回家了，现在倒有点近乡情怯呢。那不如就留下来吧。奶奶的，竟然还有埋伏。徐某人还真李左车因降我。呸，是吧？又来，一定要每次破关之前都来一场混战吗？哼，你若是乖乖交出河图洛书让我呈给圣上，或许我能在圣上面前美言几句饶你不死。甚至阿弥陀佛，河图洛书如此神物，贫僧若能得知，重回你们七嘴八舌你一言我。
Whoa!